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这里是动物战争模拟器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的这一款游戏，我用的是大象，对战的是河马。我想看看他们两个到底谁更厉害一点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大象呢是咬住了河马的头部，然后这个河马呢对待大象它是无从下口啊，他们双方呢是厮打在了一起。我现在看到这个河马呢是顶住了大象，现在大象没有还手的机会，不知道大象在后期呢是不是有突破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好吧，河马倒下了，我们三局两胜。来到第二局，一开始这个河马呢就直接用自己的前嘴咬住了大象的这个是什么，咬住了大象的腿部。现在大象呢是被河马咬住了，它是没有办法脱身，一直被河马挤着到处乱跑。现在这个河马呢是死死的咬住了大象的腿，我看大象呢这一局是凉了，它可能脱不了身了。它现在痛苦的摇着自己的鼻子。感觉这个大象这一局是不行了。好的，大象倒下了。现在呢我们来到大象对战河马的第三局，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记得给我点一个关注哦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河马呢是直接咬住了大象的肚子，看来这个河马呢是第一次失败了以后，他现在是吸取了教训啊，知道要先下手为强啊。现在这个大象呢是没有办法反击，他现在是咬住了肚子以后根本不松口啊。哦，这个大象要凉了，他这个大象被咬住肚子以后，他甩着自己的头部也没有办法把河马甩开。我看这样持续下去，这个大象就要倒地了。好的，河马获胜。